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汽车房屋人寿保险经纪 Michelle 杨。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，当孩子开始开车以后，到底是把这个孩子单独出去做一个投保人，单独写一个保单，还是把这个孩子加进父母的保单？首先第一个，如果这个孩子是车主的话，那他没有选择，他一定要单独写自己的保单。可是如果这个车子的车主是父母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做两个选择来看，来比较。如果把这个孩子单独出去保，他不会有父母本身保单中的多车折扣、多保单折扣或职务折扣。那他如果又是买的比较全新的车子或者比较贵的车子的话，保费相对来讲是会非常贵的。但是他的好处就是，他如果说这个孩子的出了车祸，自己的汽车保险不够赔的话，也不会影响到父母的财产。好，那如果说把这个孩子加进父母的保单，那他可以享受父母保单中所有的优势，可是呢也对父母的资产来讲也是一种风险的。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，我都会建议把父母的保单的责任险把它升高到20万、50万，或者升高到更高，然后外面再加一个雨伞险，这样就把责任险的风险就规避掉了。同时呢，如果家里面好几部车，这个孩子可能开旧车的比例比较高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孩子排在旧车上面，那保费相对来讲也不会像开新车一样这么贵。所以每一个情况都要具体分析、具体对待。那欢迎大家联系我，我可以帮您量身定做一个合适您自己家庭的汽车房屋保险的方案。